啊，并没有着急投，时间还非常充裕啊。外线超远的三分命中，哇，雷猛！英豪来跳球，全军出击！嚯啊！一下，我们这边要了一个掩护，外线三分命中，还是八一这边啊，率先由雷蒙标中一个三分。左边叫许忠豪上来作为掩护啊，换防了。雷蒙，哇！雷蒙往篮下强冲，造成陈林坚的犯规。两发全进。雷蒙啊，这球确实打得很硬。现在这个计时器啊，这个计分牌啊，又是出了问题。史密斯如果是脚踝扭伤的话，今天对于福建来说就更困难了。又是一个抢断，篮下点开了防守人，两分打进，又是雷蒙啊。雷蒙再往篮下攻，漂亮，压哨命中。看到前场，雷蒙点开了防守人，两分打进，漂亮，快速的推进。连续两个掩护，雷蒙正面出机会了，三分命中，哇！再给雷蒙啊挡拆之后，两个人往篮下去打板命中，接球啊，富豪在拼命的要位，球并没有往他这边给，好球，雷蒙正面再来一个。那富豪这个球呢，确实是一个明显的犯规，他的几个内线队友。张子明再试一个短了篮板球，漂亮，雷蒙啊，这个篮下呢，福建这边是转换三分的机会，有了，雷蒙啊，这个球太关键了，底角的机会啊，并没有着急投，时间还非常充裕啊，外线超远的三分命中，哇，雷蒙没有打进，这球上得很快，我们看直接一条龙的终结，造成了犯规，不利。看这球啊，从背后，而且确实是直接打在了胳膊上。嗯，第一罚不中，暂时四分。